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人是现场动的都是人。哪个卡通人物？你最喜欢哪个卡通人物啊？我喜欢电视台盒饭，大鸡腿儿挺好。大鸡腿啊，八块钱一个。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机器猫？没看过，没看过。有没有看过米老鼠？没看过，知道都没看过。没有。天线宝宝？没看过，没看过，也没看过，没看过。灰太狼、喜羊羊，我知道。没看过。李超，对，这俩七零后的吧，这。我跟你这么说，这个节目给多少钱都不能干，真的不能干。陈，我跟你说啊，在现场啊，真有这样的小孩，什么样的都真的有，什么样都有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么接下来轮到董浩老师了啊，董老师没做过音乐节目，那么今天现场大型音乐节目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们要有一个歌手前来打榜，就是那个叫姐夫的人，姐夫哟，这是真有啊，是吧？最近刚出的专辑，哎，你看看，希望您介绍一下姐夫和妹夫，妯娌俩就是啊。那么今天在现场，他要来推荐他的新歌曲。您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，对，我们来看一看不一样的董老师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，也许您刚刚坐在电视机上，现在给您播出的是新的音乐栏目，叫做《姐夫姐夫姐夫》啊。这节目太贫了。第一期啊，我们推出的这个封面，你们注意看啊，前面站的是我姐夫，后边站的是我姐，真寒碜这俩人。虽然这个长得不好看，俗话说人不可貌相，他们的声音还是不错的啊。现在我们掌声有请姐夫登场，有请姐夫。嘿，姐夫呢是假发没戴哈，没戴。他不光是没戴假发，他连药都没吃。今天，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？第一首歌曲是李宝强的《影子》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。哎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错。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。还是那道亮，我错。